小朋友们早上好，欢迎你来到中文课堂，我是燕老师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煎皮，煎皮，还有一个橡皮擦，橡皮擦。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煎皮，煎皮，一只煎皮。啊，煎皮是用来那个我们想要做作业的时候用来这个煎皮。铅笔来写好吗？那橡皮是什么呢？我们写作，我们用那个橡皮擦，橡皮擦和那个那现在我们会写新的东西了，用这个橡皮擦，橡皮擦。好，现在你们小朋友们跟着老师说，我有一只尖皮，我有一只尖皮。 I have one pencil. I have a pencil. 我有一支尖皮。再说一遍，跟着老师说，我有一块橡皮擦，我有一块橡皮擦。 I have an eraser. 我有一块橡皮擦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个尖皮，尖皮，还有一块橡皮擦，一只尖皮，一块橡皮擦。啊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先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。